Ready. Skipper ready. Set. Yeah.我叫黄俊凯，今年十三岁，来自上海市宝山区高龄镇第三中学。历练几年级？七年级。你是第几次参加这个教科文大赛了？第五次。我去年也参加了教科文大赛，拿了第一名。 三、二、一，起！每周二和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都会练习教科书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一个竞技项目，你要达到这么高的水平，肯定是要刻苦训练、坚持不懈的去努力的训练才能达到的。 他会在自己的那个巷子里面、家里面，有时候也会去做一些练习。从一个跳绳的项目上来说，他们是推动了这个跳绳的发展，让我们大众看到，原来跳绳的还有这样一个项目。可能平时大家如果不去看到这个节目，可能没有想到我们的跳绳还可以这样去玩这个跳绳。其实他虽然拿了这么多成绩，你会发现他其实有时候。 不愿意去向别人表达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他做事是很有自信，很相信自己。像平时我说你行不行，他说肯定行，没问题。但他向别人表达是一种谦逊的这种态度，是不想去太多的夸大自己的这种可能很高的这种荣誉也好什么也好。但是他的底气是很足的。他在训练过程中，有时候就是最好的状态的话会更快，最快应该在143左右，应该是。